大家早。今天的话就是早上比较早起床，大概5点的时候就起床了。好，那大概在5:30的时候，就是有发生了地震。好，发生了地震，所以我要快点去床上保护我的老婆跟小孩子。然后看到地震停了，再离开继续我的工作。好，希望大家都没事才好。好，那今天也是父亲节哈，祝大家父亲节快乐。在这里好。